什么叫做场地员？因为我妈妈天生是赐予我一个很长的手。好像真的很长哎、欸。妈，那我问你，为什么叫耳肉？因为我妈妈天生赐予我丰富的油脂，让我全身上下恩处都是肉。那你们家都不用买外套哎、欸？对啊，自己就暖和喽。好，那我问你哦，我们来点正常的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，他妈妈忘记给他伸身体，然后忘记给他伸鼻子，请问他叫什么？他会叫什么？忘记伸身体，忘记伸鼻子，是不是刚刚那个伏地魔把你勒鼻子的那东西？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在看串场？你忘记他最后鼻子变那么高哎、欸，那么高哎、欸，怎么会是他？不知道嘛，不知道嘛。好，那我来告诉你们正确解答，答案就是。Nobody knows， 我觉得好笑。我觉得我现在很需要外套。外套。那恩肉，我跟你讲一个笑话，跟你非常有关系。好期待哦，快点。那我就问你，为什么李白跑进去人家家住？是不是大家会嫉妒他太聪明，所以他就不想去？不是啊，你不要乱猜啊哟！不要生气，生气会长皱纹哦。好，那我直接公布解答，因为人家去人家家里，他就一直说你白痴啊，你白痴啊，你白痴啊！你刚才那个笑话真的是够白痴，好笑、哦！我不觉得白痴啊，我觉得很好笑啊。那既然这样嘛，那你讲一个比我好的，我就服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就有一天，有一只讲话非常慢的小鱼，然后呢，它就游啊游，游啊游，它遇到了一只章鱼，然后它就跟他说：“章鱼先生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”我最喜欢吃浮游生物。然后那个小鱼就说：“哦，是哦。”然后就游走。然后呢，它又游啊游，游啊游，它游游遇到一只大鲨鱼。然后就跟他说，鲨鱼先生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然后鲨鱼先生就回他说，我最喜欢吃讲话很慢的小鱼。然后小鱼就说，哦，算了，他游走。我觉得真正的，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连我游子都比不过，我也要去拿一件外套。简单。那我问你们，腊肠狗的英文是什么？